那我们先画眉毛，就是我们的灵魂。眉毛啊，有没有眉笔？眉笔，我的天哪，就有一堆，哪个是眉笔啊？这个好像看起来是眼线笔。OK， 眼线笔。有没有就是比较细细长长的，长得像笔啊？这是眼线笔，所以不能画。对，可能就稍微跟笔长得像，也像这种的，可能就是眉笔。如果是像这个眼线液那种就不是。对，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这个。然后最好找一个像这种刷子，眉刷，就是有刷头的，对，眉刷。这个吗？就是这个。好，那我看其实妈妈的眉毛呢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型了，所以就帮她把那些空隙补一补就好了。因为是纹，比如说尾，因为纹过了。纹过了。那是好久以前的眉毛，感觉就有一那种柳叶眉的形状了。已经我这个眉毛还是2009的，2009的。哎呦，然后呢？我觉得有一个很提气色的，就是腮红。腮红，就是它可能长得跟粉饼挺像，但是它里面是粉色的。这不是吧？这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阴影。就有四块这样的呢？这个是眼影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高光。这个可以吗？就是它，就是它。就是这个，是吗？就是这个，就是它正好还附了一个小刷子，特别好。找一个稍微松散一点的，你这个可能有点点硬。这个呢？这个太扁了，稍微要有点松松圆圆的那种。松松圆圆的，这个，这个还行，这个还行，对。啊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蘸取。你蘸取一点点就好，因为我们就少量多次。好，对，可能这样子点两下。好，然后敲一下，让它让那些鱼粉，就是可以让那些鱼粉。你是要我在烤羊肉串吗？我在家烤羊肉。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对，然后让阿姨笑起来。笑起来，对，然后把它打在苹果肌最高点的这个位置。对，稍微轻轻的拍点。对。我觉得我这边看挺可爱的。我妈，我怎么能够可爱起来呢？是不是我调了滤镜？其实你每说一个步骤，我就调一个滤镜。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来太难的，我们最后一步，女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最后一步了。口红，口红有很多哎，大概有20几管。那我怎么选呢？我觉得我们 safe 一点，我们选一个稍微偏豆沙色的，不要太红，也不要太粉，不要太橘，这个有点点橘，太橘了。这个还可以，这个先保留，我们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。这个好像可以，这个感觉。这个可以，这个应该是407号色。哇，这个跟我这个差不多颜色。天哪，你真的是神了，是不是真的？我猜对了吗？我给你看，耶、yeah, 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不愧是爱化妆的女孩子，真的是大主宰。哎，你们那个片子在播吧？你跟王源那个大主宰在播啊？对，播了。对呀、啊，有空阿姨可以看看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在哪里试色吗？要？不用试色，但是我们可以一点一点从，可以就是稍微刮一下这个，就让它不要这么多，对。然后呢，从嘴巴的就是内侧的中间开始涂，从下唇开始，不用涂的特别实，就稍微然后涂一下，然后可以让阿姨抿一下。然后左边这边有点涂出来了，涂出来了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涂出来了，用手会好一点，用手稍微这么刮一下就好了，就这样。对，哇哦，还有扫一扫粉，很专业的 ，professional way job。Thank you。那我们的妆容就这样完成了。教我妈妈那个五连。